设计的，十个颜色。小圆减耐力大挑战，粘粘胶，洗钻，攒一洗一攒，从外圈开始，地方包围中央。今天可是个大工程啊，一个小时了，我们才创了一个颜色，手工达人的双手根本停不下来。三个半小时了，还剩这么多呢，不行了，憋不动了。来来来，喂你吃口榴莲。嗯，老师，手别停，手别停，继续。哼，小圆姐也是挺好哄的嘛。五个小时了，我肯定不粘了。谁说也不好使？不用说话，投喂就行。大眼把小圆拿捏得死死的，我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好吧？花式哄娃。可怜的小圆姐孤军奋战，我也粘好了，再也不做钻石画了。谁说也不好使？佳佳做好了。好不好看？说好看。一号大言，二号小言，选谁留言哦。